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主任，美术观察名誉主编。我们来进行一些这个点评。这张画呢，写生呢，我觉得也还是也很不错的，是吧？因为它有几个特点，是吧？一个是呢，这个也是呢，基本上对我们去的这个山势的这个山体的这种基本结构，一个是基本的这个形态，是吧？基本的这种岩石特征，它都能够抓住了，是吧？所以说呢，它相对来说呢，这些用线，中锋用线，中锋用线比较圆浑的，把那个山石的这种结构、大结构能够把它抓住。这些线比较瓷实，啊，虽然说有点拙，是吧？但是相对来说呢，用线呢，它是明确的，啊，用线是明确的。用线说明这些结构，它是非常这个果断的，是吧？果断的。你要有些人画画呢，就是左一道右一道，一道画了很多道，你也不知道他哪一道是正确的，哪一道是不正确的。所以说，一些主线敢于用中锋来勾勒，啊，比较明确，把形态先画下来，是吧？那当然说，他这里头还添了好多动感，你像这些线条，这些。它有个势，一直从这儿、这儿、这儿，然后转过来，还是蛮有味道。大的形态，这几座山，也还是画的不错，是吧？画的不错。当然说，和真实。是的，那这个山还是有点贴近，但是呢，又有一定的变化，有一定的变化，是吧？包括这些地坡上这些，是吧？也就昨天，我前天我们看的这座山啊，上半部很好看，下半部太平。这尤其从这一带到下边一直下来，它没什么变化，是吧？都是一些这个小树丛，小树丛。那么它做了一些
虚实处理，把它给它处理掉了，是吧？处理掉了，这块空的也不错，这块空的也不错，是吧？因为你要把它一直连着画下来，是吧？一直画的，它实际上它这一直连到这个水边上这一块上都能连上，是吧？连上，那么这个就没有这个虚实变化，没个虚实变化，是吧？那么这张画呢，现在就是感觉到呢，就是说，这一块，是吧？这一块。这一块啊，因为你这儿空了，我们这里边有写这个白的这个空啊，我们先应该把它逐渐的给它灭掉，把集中精力把人的视线都来看这一块，是吧？因为它这块是连接这块峭壁。那这块峭壁呢，画的不够充分，是吧？画的不够充分，这块峭壁略有没把这个形儿说清楚，是吧？这个形儿，这个形儿，这个是这也是这张画里边比较生动的一块。昨天有大家都看见有这个峭壁，是吧？这块峭壁呢，等于这个语言说的就啰嗦。另外上边的这些树呢，也把这个峭壁给淹在里头，淹在里头。如果它这块有个明显的一块峭壁，是吧？这张写生就比较完美一些，要比较完美。这个写生方法，用笔用墨都还是好的。有写这些小数啊。有些小说吧，要把它从连成片的这种感觉，现在有这连成片的意识，但是呢，总是里边就透出好多这些小空孔，是吧？有时候要把它灭掉一些，让人感觉点线面。它是到底是把它作为一个面来处理，还是作为一个线来处理，也就是要想好，是吧？要不然的话呢，就略还有点花，这就在这一带上，这一带上略有点花，是吧？就是这些树啊，树的那个大小，有的时候处理的不是太那什么，有一两棵树完整的，因为你像这么小的一张小的画，这些树就画的太啰嗦了，知道吗？我们就把这一棵、两棵、几棵树稍微画的大一点，完整一点，像这点数就在中级以上了，基本就是一些大的一些感觉就行了，是吧？数冲的感觉，用点就能把它解决了。你在里边略提两棵树也就够了，现在那就太多的这些树描写，是吧？
他作为这一片显得就有点弱，是吧？但是这一带上边的这个山还是可以的，还是可以的，用现在的方法也是可以的，是吧？用现在的方法也好，就它是中锋用线，用的还是线和线之间，它还有个优点，线和线之间有空，是吧？线和线一定要有空，线和线的这个空就是黄明先生所说的，是吧？这个木匠打榫子要紧，啊，花花用线要松，要松动，松动它透气。你看这一小块里头，是吧？这些线和线又有结构，这个里边有虚开的，虚开的它是给我们在继续。穿插点染还可以画，是吧？如果有时间，我们还可以往下继续画，把它画得很厚重，是吧？画得很这个长厚，是吧？笔墨还能画进去，还能画。两张写生啊，有它的长处，有它的不足的地方，是吧？这两张它的长处，我们看在哪儿了？这个同学画画啊，很松，就刚才我们说的，是吧？他画画啊，不板不结，是吧？他用的这个画画的这个。这个韵律啊，比较松，是吧？比较松，所以整个画面营造比较轻灵，啊，轻灵又不失呢，它的这条线条呢，有略有一些浊，是吧？所以说这种清浊。形成的整体的一种画面，有一种这种松动，比较灵透的这么一种感觉。但是呢，有些地方，如果说我们墨线能够做进去的话，也还有一定的厚。是吧？有一点好，所以说呢，看起来呢有点味道，有点味道呢。另外一个呢，它这些用来描写他所看见的这些石头的这些用笔。这些线也还是比较拙的，是吧？比较拙，所以说这些小的这些结体，这些山的这个形体，是吧？还画的是有趣味的，有趣味，也还是对那个。自然，他还是做了认真的
那么这张呢，就略有一点儿，也许这个景儿好像昨天我没看见，前天是吧？这儿有个吊桥，好像是吧？那么这主要这张还是我们昨天在那个景观里看的比较典型的，是吧？他画的呢这种用线和这种点和线来结合，这些点是做那个在那个石头缝隙和石头之间，尤其那个斜坡上边又不是树，那些地方适合用狠点，就用这种点来表现，对吧？浓淡干湿的不同的点，是吧？它实际上这个呢也是一种春，也是一种可以说是短匹马的一种异化，短匹马的一种变形，是吧？然后呢就后来演变成一种横道的春。这种横线的春，现在很多画家都觉得和这种比较用圆浑的线来勾勒一些更大的结构，短小结构和大结构的这种结合，是吧？在这张画上，还是有这种圆的。这种语言，所以说呢，这个整体来说，这张还是有一定味道的，画的有点矬，是吧？有点矬，但是说，这个这里头呢。所以说，就怎么把握一个山的形态，是吧？太像这个西洋画中这种风景画画的这种所谓准确。我觉得当时说才不是追求，但是我们要求呢，我们对一个山的一种是要是一种认识上的准确，不一定说是我们看见山的那种真实的准确，但是说你要认识上的准确呢，也要大概的把握住这个山的一个基本结构，一个神，一个形，是吧？这个形呢不一定非要像西洋画中画的那么准，是吧？西洋画中有些啊，不是说人家西方画家，我是说有些用画人像，比如说咱们有些同学说用西画，有的画的虽然准，没有神。我们的这个绣像，中国人造型
很有神，是吧？很有神。其实这个山也是这样，又要有点它的基本的形，但是呢，又要给它一定的神。这山上是有神的，啊，有神韵的，有味道的，是吧？有味的。这个东西呀，看久了，还有一个物体呀，我觉得还是有它一种神韵的，有一种神韵，是吧？有时候上那个卖古董那儿，是吧？比如说看人家那儿有好多那个历代的这种佛像，铜佛像，挺好，是吧？有时候呢，咱们也去试试。反正我要是买五个，肯定有三个都是假的。不能说真假，是新的，不是老的，是吧？但是我就看不出来。后来慢慢多少看出来，它有神韵。这个神韵呢，就是啊，刚开始看不觉得什么，反复看，当然还有其他的什么，说看造型啦，看服饰啦，看它的这个铜的质地啦，看它的包浆啦，看它的皮壳啦，等等，是吧？人家有很多是技术问题，是吧？还有好多技术问题，但起码呢，有些东西就是越看越不对，越看越那个神韵没有。凡是真东西，好东西，真是有神韵。金看越看越好，越看越好，你能看进去，是吧？能看进去。这张写生呢，有它特点，是吧？一个呢，就是说，这个同学啊，写生的时候非常严谨、认真，是吧？认真。这个山，他是下了功夫的，是吧？所以他的这个山的，我说的大的形态到小的结构，是吧？它的一个基本的结构关系、凹凸关系，是吧？转折关系，是吧？这个层次，它都把它认真画下来了。前面这个一些这些树啊，这些啊，用笔啊什么的，也还是特别不错的，也是比较活，比较活。画完了，今后要用这个山，一看就知道啊，这山的大的结构，是吧？它基本上。这样上边这些，把中间这一块凹凸起来，这
两边有两个凹，挖下去的地方，是吧？这是它最高的，但它这边连过去也还不错。它主要把这个精力放在了这个，所以说呢，作为一个写生，从这个目的上，这是成功的。但是要作为一张作品，说写生的一张小画，可能呢就是略显呢用笔呀死了一些，是吧？这是因为他把结构画的清楚，反复的画，所以说呢就把它画的稍微紧了一些。要紧了一些，气息啊比较紧了，滞了一些，是吧？滞了一些，不过没关系，是吧？因为我觉得这还是有价值，是吧？因为我们很清楚的把这个山的结果画出来，是吧？画的也比较明确，是吧？当然里头呢画的略微的有些地方呢，这个用笔啊，显得小气了一点，是吧？太抠搜，里边一个石头上面的小纹都在画，是吧？所以说呢，还是那句话，写生它有多种多样的一个目的性，就看我们是需求是什么，是吧？你需求什么，你就缺什么补什么，是吧？也是这个道理，你就感觉到平时画画，说有些同学还真是个问题。有些同学啊，不是说我指咱们这儿的同学啊，这泛指有很多画画的，画了好多年，始终对这个山的结构就画不清楚。一到他画上一座山，或者说画一个坡，画一个什么岭，画一个什么岩壁、石坡，是吧？最后的给我画成一堆，那个像那个芦荟打子似的，是吧？反正就是横七竖八就给你堆在那儿，他就搞这山了，是吧？就说明他脑子里边始终对这个山的形态呀，都想不清楚，是吧？千笔万笔画了一堆芦荟打子，是吧？他没有把那个山的一个基本结构说清楚，所以说呢，有些同学呢，老是在追求所谓笔墨上的味道，是吧？干湿融淡，变化的挺好，什么一会儿又是加水分，一会儿有点泼墨，一会儿有点什么这个积墨的，这些墨法笔法味道，但是呢，就是这个山说的不清楚，对吧？说的画面是烂渣渣的，
结构该清楚的，他说不清楚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又要有清楚，但是呢，又什么事呢？又有个度，是吧？我们的终极目的呢，又不是说我们把山要绝对说得来清楚又清楚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不能不清楚，是吧？又不能够专门去说个过分的清楚，所以说这个态度非常好，画的也比较这个认真，是吧？结构交代的非常好，交代的清楚，是吧？这张呢，这个同学有两张写生，是吧？他们主要说咱们这这个左边那张吧，是吧？这张他画的这是一个水口，这张画的还是不错。首先一个这个他的这些用线，和当地的那个地质特征，是吧？石貌石头这个结构，都非常吻合的，是吧？善于用这种圆形的线，带有弧形的线来表现这个结构，是吧？这些结构基本交代的也是比较清楚的，是吧？虚实关系也是有的，是吧？然后中国画的这个写生也好，我们在平时的这个作画的时候，有时候中国画的虚实啊，就是用疏密，用有无，是吧？有和无，是吧？疏和密，是吧？浓和淡，重和轻，实和虚来表现，是吧？你其他就没有什么办法，是吧？所以说你看它这个前面一块山体，后头呢虚了一下，紧接着又是越靠近水口逐渐加重，逐渐加重，是吧？把这水口挤出来，是吧？有些石头它这块画的非常好，写生的非常好，就是说靠近水口这边这些石头是实的，结构也是清楚的，因为它这边就虚了，是吧？正是这儿的虚，就显得这块这边的实，是吧？有些同学那就这样，这石头嘛，是吧？它这边有形儿，它这边肯定有形儿，是吧？那怎么能会都把拉的呢，是吧？这边再一画，它又是多余了，是吧？所以说呢，别看这张小的一张水口，这是这种虚实关系，是吧？用的是好，用的。所以说我们在画画中说，上实下虚，是吧？左实右虚，右实左虚，是吧？下实上虚，
就是这种虚实还一个层次之中不断的重叠的过程中，虚虚实实，虚虚实实，这画就有意思了。就说的他就说画出来的活就比较活络，说这张小画画的也还是不错的。当然线条呢，就是说勾的也比较圆滑，因为这个在这个彻夜上啊，因为彻夜它和宣纸终究有一定的差距。这张比在昨天那个当场的这张呢，它的一个呢是整个的整体感强了，是吧？整体感强。昨天在写生的时候呢，把几块山啊画的太割裂开了。是吧？各位的单摆副歌，一座一座，中间全是大白道子，把它搞开了，是吧？显得生硬，生硬，是吧？它这些东西啊，一盆山和前面的这些东西，它也里边有远有近，是吧？有联系上的，有离开的，就是吧？所以说呢，我们要画的丰富，不要像昨天你那个写的那太简单了。是吧？太简单了，尤其在这个虚实上处理的太简单了，语言太贫乏了，是吧？就是一说要虚就空大大白道子，是吧？空大白道子，所以就这这呢，处理变得让它丰富起来，是吧？丰富起来。总的来说呢，这张这个作品呢，它这个写真呢，还是认真的。昨天加在这个山的几个这个结构上，它还是努力去做了，去努力去说了。至于说说的明白不明白，说的清楚不清楚，说的啰嗦不啰嗦，说的简洁不简洁，是吧？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。但是他起码去关注这些问题了，是吧？过去有些同学写生根本就不去看，打个题，是吧？或者是坐在自己要画的山上，在那搞创作，创作的全是他以前画的，是吧？和眼前画的那个没关系，是吧？他说那些人就和写神那个意义就没了，是吧？他说呢，他总的来说他还是这个态度也是非常认真的，但是呢就是说在表现这些结构的里头呢稍微简单化了一点，
就是说这个同学呀、虽然说、我们强调中国山水画和西洋画的这个造型观不是一样的，是吧？那是个很复杂的。但是呢，就是说，一个基本的，你把一个物象要画的准确，要画的稍微的这个和它呢不要差得太远。中国画还有一个，特别山水画，还不是说非要你。刚才也说了半天，并不是要你在形态上要画的那个和真实的完全一样，要那么准确，是更多的是把那个神韵要抓住，是吧？要把它的神韵抓住，要把它的给你的那种感觉抓住，是吧？所以说你略画的行不是太准是可以的，但是在语言上呢，你也不能够太离谱，说太不准，画半天这脑不靠谱，是吧？这点也不行，是吧？这方面的修养也要多少要加强。他这样呢，就是说想把形态画清楚，结果基本上画来画去还是给画平了，这上头的这个凹凸看不出来，是吧？还有这里边那块石头压那块石头也比较含混。那么到这块还略有一种感觉，有一种感觉。你看，这是越加呢，这些东西就越没了，就给加平了，啊，上面的凹凸古别这个概念不清楚，是吧？概念不清楚。当着真的东西，你如果都不清楚，那回来如果说让你给我画一张创作山水，你脑子里就更不清楚了，编出来那就没谱了，是吧？所以说这个同学呢，要加强对一个山的结构形态要多画、多理解、多看。啊，去看传统山水画中人家怎么画这个表现这个结构，是吧？怎么用线条来组织这个山的这些凹凸的？另外一个呢，要多到自然界中观察自然界中的山，啊，不能老是含糊糊，略含糊了一点，这块山画平了，这个山略有一点儿好一点儿，这个画的虽然浅一点儿，但是结构还清楚一点，是吧？你后的这些都是缺结构，有时候虽然是远山淡漠，但淡漠简笔不等于它结构不清楚啊。前面这一块结构还是好一些，前面
但是你这些坡啊，这些坡啊，这些坡啊，这个线型又太一致了，你看都一致，是吧？它有的就要过来点儿，有的往里仰，有的往外凸，是吧？也是虚虚实实，虚虚实，它才有意思。那这些东西都处理，就是对造型，这个对形这一块，这个同学加强。你看这些小方石头似的，是吧？就跟小坦克似的，一个个的。是吧？你就是太这些形啊，太不太经意，不太经意，都画成小方块了，是吧？这个那个石炭在水里头那种石角啊、眼角啊，有的是非常丰富的。非常丰富的，长的、短的、尖的，是吧？薄的、厚的，斜的，是吧？直的，你还有那个，这我们说神态，他就要在这个方面去。你都画的那都是那种方方的，他就没有神态，是吧？那这都一样，都一样，是吧？不过这个同学还是非常认真，是吧？非常认真。整个墨法墨迹，这张画还是不错，画的也比较浓重，画的也比较厚重。这有些地方画的还是不错的，也还不错。这一带都不错，这些树画的还好。这张这个总的说还是非常认真，整张这个画面的效果还是有的，是吧？黑白虚实还是有，是吧？就是说，尤其它不是这个画画的不细，它就是尤其关系处理的不细，是吧？这张写生啊，也还是不错。当然说这张整个画面呢，它相对来说呢比较完整，是吧？有一定的这个构图啊，当然说是不是完全都是从我们写生那个地方来的，还是有所变化，它肯定是有所变化，是吧？那么就是说，在完成这整张这个写生的这个时候呢，这张画相对来说比较完整。这个同学呢，他的这个用笔也不错，这个人用笔呢比较扎实，比较厚。你看他画桥的这些线，是吧？这种东西都在这种线条呢，又比较这种厚重，是吧？另外一个呢，又比较活动，灵活。
并且同时用线还比较厚，然后用线比较厚，也比较长厚，是吧？这些线条都不错，这些勾勒的这些线条，是吧？包括勾石头的一些线，包括这个山体里头这种一些点儿，还是不错，是吧？他这个同学可能看出来，整个笔墨修养还是可以的，笔墨修养是可以的，是吧？当然说就是略显的这个这种用这种圆笔的这种呢多了一点，多了一点，是吧？他在组织这一块的时候，是吧？在这一块山体的这个整体结构的呢，大的感觉还是有这个它的大的凹凸关系，你感觉这地方是略有点挖下去，是吧？这是一个面，然后逐渐起来。我们在这个自然界中啊，就要找一些什么呢？除了把这个山体的结构把它找出来，同时我们要找的一些用线的可以依附的一些地方，是吧？你像它这些有些地方，它是说它是这个山体上，它有的地方明显的是这种垂直的悬崖，比如像这些东西，是吧？岩壁、石壁，是吧？那些地方是比较明确的，需要用比较有力的线条，是吧？来勾勒。那么有些地方呢，竖冲是另外一种点法。这就是说，有些地方说它是岩，它就不够是全都是石头；说它呢，只能说是一些坡。是吧？一些斜坡，这种坡在山上还是蛮多的。这个坡来说在表现的时候，它也给人一个，就是说这个坡正好它和岩壁，它可以从在用线上起一个对比作用。如果说在这个岩壁上、石头上用的是比较长的、比较有力量的中锋的，那么我们在这些坡上，我们就可以用短一点的。这个侧锋一点的，是吧？来和它营造出一种那个节奏关系，是吧？节奏关系。所以说它呢，在这里边就有这种意味在里头，是吧？这种用笔呢，就容易形成这种韵味，并且容易形成一种律动，是吧？这些线，这个随着一个
不是一根线，它是很多线。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就像画这些线的时候，就好像我看杨金鱼是吧，特别是那个我那水池养了鱼多了以后是吧，这个鱼啊，鱼群，比如说小金鱼，这个小金鱼它一游啊，上百条或者说几十条，它就有一种整体动态在里头是吧，一条鱼突然间往这边一转，后面就这一大群鱼都随着它在那儿转转转，它又不是说像我们列队似的排的很齐，它又不是很齐，这就叫不齐之齐是吧，它但是里边有一种律动，感觉有的几条这么下来，有的要这么上去，要互相追逐，互相旋转，在里边就旋转出一种动律动感来，是吧？哎，这对我们这个线条的组合、线条的这种编排，有时候非常生动。它这里头就多多少少有了这么一种气息在里头，然后再加上这些墨的干湿浓淡，是吧？线的长长短短，就非常有意思了，是吧？说我们解构一个山体，是吧？其实就是说有不同的线条，有粗线条、细线条，有圆线条、扁线条，是吧？然后有各种底儿，然后营造成不同的一种旋律，不同的一种动力，是吧？这画山水一定要把这种东西画出来，要画的就都是毫无生气，是吧？毫无生气，是吧？都非常的这种僵死，是吧？所以说这个用笔这两，他的这两写是非常不错的，非常活络的，是吧？用墨迹也不错，像这些地方，这些地方墨迹都不是，干干湿湿，干干浓浓淡淡，是吧？这是一张不错的写意。如果我们在真正这个金融画画中，就这个东西要自己再把主观的把这些东西啊，再把它强调一下，并且再加上干湿浓淡差，是吧？他让他这一个团块，它里边又有大的节奏，又有大的变化，
同时呢又极其丰富，那点就往山水画画进去。这个同学这家也还蛮有意思，其实细看呢，他画画的这个线条啊也还是不错，这些线啊里面啊还是蛮活的，用线呢也比较中正，是吧？这个线啊，其实有些时候画山水画线条啊要是有中正之气，是吧？这个气息线条它是有气息，这些线条走的还是比较圆浑，是吧？也比较生动，是吧？这个墨呢，在这个染的这个过程中，是吧？层次也比较多，层次也比较多。现在就感觉到呢，还有的地方还得要提一提，如果不提的话，有点闷，有点闷，是吧？特别就是提的这些水口边上，或者这几个亮点的上头，是吧？你这要略亮一点，如果这地方再能用更焦的墨，再点那么几个点，或者这还有的时候呢，就像这些地方，是吧？就像这些地方，这些地方，或者这些棱儿上，这些地方，这些地方，都要再用那个最焦的墨敲动一下。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说，我们在音乐里边的那个定音鼓，定音鼓，是吧？最后要敲了第二点的什么呢？要把这个轮子，这就是一像这个山体，这些轮子就像那人的那个脊梁骨、额头，是吧？你这些地方是引着你的，这个要把它拎起来，是吧？把它引出来。它这张画整体来说，用笔还是不错，细看，真是不错。比较松，用笔比较这个稳，也比较这个充实，是吧？就是说整体后来染墨呀，墨气也还好。你要想看这些地方，墨气都是不错的，是吧？墨气也不错。但是呢，就是说呢，后来染啊，稍微闷了一点，闷了一点，现在还可以再提，现在的结果还是，是吧？画的用笔比较活，你看这些远处画的，干什么的变化，这些都画，还是有味道。画的还是有不错，就是这几个小人有点这个有点印象派了。
的这么一种这种语言吧，是吧？还是不错，画的还是不错，是吧？就是在拿胶墨，关键的地方再提一提。这张画啊，也还是有意思。这张画啊，这个同学啊，他敢于用线，并且呢，我觉得他这个线啊，还是蛮有力量的，是吧？蛮有力量。线呢，它这个线的表现，我们那天去看的这些山体呀，也比较到位，也是比较到位的。因为那天那个山确实适合于用这种比较浑圆的、比较有力度的这种带有弹性的这种圆弧形的这种线条来表现，来表现，是吧？他的这个线条基本也是做到了，做到了，用线都比较圆浑。也算也比较肯定。总的来说呢，用线呢还又比较松动，所以说这都是很不错的。你看这几个树，是吧？这里头一些树，下笔都比较有力量，这个看来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功力的。这几个树画的也比较火，这几个树都简笔，都比较简笔，是吧？结构也画的不错，这几个山的这个大结构画的都还是不错的，特点也抓住了。是吧？这个用笔的这个这个也比较吻合，是吧？表现的也不错，虽然说画的是比较粗一些，画的粗一些，但是他这里头呢，就是说啊，往往就是用这种圆线比较有力量的这种，适合用什么呢？在里头啊，就少做春。后来我发现，就不要太多的这里都在，他当然现在还可以啊，就是说现在还没怎么春。往往人有时候呢，就在里边呢就春，春的太多了以后啊，一个是呢就把这些线呀，就给淹没在里了。还有一个呢，那种语言啊和这种线啊，表现上呢不够这个怎么说呢，不够吻合，相吻合。这个是我发现适合的，尤其画这种画圆石头，画这种山，圆线中锋勾勒之后，擦，
揉，拿那个毛笔啊，在那个纸上，就那种有点揉，因为就是说呢，你这个线给的这个力量，是吧？已经是够了60%了。这个线，你这个线的力度要大。如果说我们再继续再勾线，这个线的这个分量在这张画上占的太大了，是吧？那么就是说呢，就反过来用一种这种穿插揉、揉和插的这种办法。揉和插呢，它不怎么见线，啊，它正好呢，把这些原来勾勒的一些凹凸关系再进一步的可以刻画出来，是吧？在里边可以那种。不同的墨色，纯茶，干一点，干一点的，那就是一种味道，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画法，是吧？另外还可以在某些地方呢，最后了，要在某些地方点一点比较湿的那个地儿，有些地方干点湿点点点，是吧？它那个画面就非常丰富，就够了。这个同学勾的线，这些线很球迹，这就是下次在勾线的时候呢，你继续保持你勾线的这种力度，同时呢再搓一点，再慢一点。再慢一点，这些线一定不能飘，一定要让它厚，一定要让它厚，要让它保持那种圆浑，浑圆，是吧？浑圆，就像这些线条，一定要有点写那个。篆字的那种线条，是吧？篆字的线条，这里的根根线都要保持那种折钗骨那种带有弹性。你要有弹性，是吧？你就越要有一种绵的感觉。要不就太硬，太硬里边呢，你要加一种棉，是吧？加一种这种适当的这种细腻的一点的味道，是吧？所以说呢，这种画还是不错，是吧？这些有其他这种画法。都可以不断的往里深入，不断的深入，可以做的非常完整。现在不过呢，就是说，如果说你想进一步的往里做，这些线除了这个线的变化之外，线的这个墨色还多少有变化点，是吧？也不要刻意说
这块是重的，我夸这块就要淡的，不要紧，就画画画画到那个感觉的线已经没有墨了，随便在那墨尖笔尖上蘸点水，然后再画，再勾，它可能出来就是有什么变化。现在呢，这些墨上呢太一致了，太一致了，啊，画的不错，有力量。这张啊也是画的蛮认真的，是吧？当然他后来把后来也是下边这给人添，这是写生的咱们这个地方，好像也是，这不有那房子吗？是吧？这张呢，这个总的说呢，他就说啊，如果说是画的我们那天前天去的那个地方呢，他这些山形啊，和山的这个结构啊，和那天那个山呢。那个山的特征是蛮强的。刚才我们前面看的那张，是吧？虽然感觉到它是用很多简单的一些粗线条在画，但是它的味道和那是完全是一致的。那么这个山的那个味道。可能有点不吻合，是吧？不吻合，那么表现的不够到位。特别是用的这些山的这些结构，是吧？这种石头山到上边都是一些石头的峰。大石头在上面落着，这个山坡没有那个感觉，就像是一般的这种山，是吧？或者是土，或者是什么，是吧？土山。但是呢，它表现这种。地坡上的这些树的层次，还是用了新的，用了新的，这个干湿浓淡是吧？来表现不同层次的这些树，这个语言呢，稍微的繁缛。适当还可以简洁一些，适当简洁，因为画面又不大，是吧？这个画画啊，要求要细，细在哪儿呢？一个是画面的用笔细，
是一种，另外一个呢是关系戏，是吧？关系戏，这里头什么就我一直爱强调，什么虚实浓淡多少大小，你想的东西多，是吧？关注的东西多，它细细在这个地方，而不是说笔头子细，或者说把那个层儿画的特别多就是细。但他这个这一代画的也还是不错的，画的就稍微的有点腻，是吧？稍微的有点腻。有些东西呢又没拉开，你比如说这里边有两棵树，这个树中间就要虚，是吧？突出这两个树，因为你这两棵不小的树在这儿，是吧？这个两个树的位置呢，也搁的呢略显得重叠了，因为你后头正好就是一坡一坡的这个石头，如果把我们的树挪在这个地方，它正好这后边是白的，这有两棵比较好看的树，它就显出来了。是吧？都在构图上，是吧？但是这个画画的还是比较细腻，比较认真。这张啊，画的态度也是比较好，认真的。他这些基本的语言，基本的这个结构。基本的石头的心态是忠实于对象的，是吧？当然下边有写编排了。这个同学画画呢，用笔呢比较这个拙一些，用笔拙一些，用笔拙一些呢，也反过来说呢。就不够灵动，是吧？手头子啊，就这个手上啊，还深一些，是吧？还要在功力上还要再加强一些，啊，功力上加强一些。但是呢，画的比较厚，这是他的一个优点，画的是优点。这个整体来说啊，就稍微画的质一些，是吧？画的质一些。他的这个优点呢，你看，他的用墨呀、墨器什么叫什么还好的，就是说。虽然说这种山画的比较实，这种稍微浅一些，它有些细腻的小关系呀、啊，画的还不够，就感觉整个画面呢，就是比较寡，就是说。这个还是说吃饭一样，是吧？你别瞧，就好像煮碗面条你得把它做了搁倒了，是吧？要不呢就显得比较寡，没味道，是吧？我们这里头就是说，笔墨的味道，是吧？还
虚实的味道，干实浓淡的味道，是吧？这个用笔的味道，等等等等，都要来。相对来说，有些同学呢，就是在这些方面缺味道，缺味道就感觉这个东西一样，人家也是煮外面条，你也煮外面条，人家外面条吃的实在没味道，是吧？但这个同学呢，就是在那些细腻的味道上还要多下点功夫，要多思考，要有一些感觉，是吧？但是在这两写生来说，也还是比较不错的，他抓住了这个地方的这个特点。抓住了这个地方的这个石的结构，是吧？山的形态，是吧？好了，今天咱们对这个写生的这个一个点评，就讲到这里。下那个。